我心肝无根袂活，你敢只有怎？爱阮的心用脚刀拾来看，有情也罢，无爱搁袂散。朋友，大家晚安咯，现在很晚了吼，还有这么多朋友，阿哥不想要哭。这首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呢，想要介绍给大家。真多人学了阮的歌喉，不过伊的名字真少人介绍，西藏青青花的金海加拉口，大长细长随传随教，伊的功夫讲起来真正高，来甲阮几路鸟。
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哦，《老乐师》。这首歌很有感觉哈、哦，是在讲那个江蕙，他在刚进入歌坛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这首歌是专门为他所打造的哈、哦，是写说他刚到北投去唱歌，然后呢，那里的乐师在教他，所以大概这个年纪是差不多是讲他，十六七岁那个时候，所以，他就用一个很可爱的哦女主角来帮他。OK， 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是很少唱哦，叫做《讲算讲》，但是我听看看啦，因为刚不小心点到，我得气跨麦，因为它很是算比较有味道，但是也就是比较久的歌，所以我不一定会。是江，我是山。来，男生唱。我居然没有男主角可以唱，我很可怜。好啦，那没有男主角，我只好换一首，不然无男主角，我跟你唱嘛，这孤单对不？好，继续唱这首较热闹小歌。看征求线上的男主角，帮我录这一首。男生的单音，我应该找那个小哥，小哥他应该有。日头过半半，天气也暗落，怨念像花落，欲诉不敢告，想要出门。加减顿吼才有成，啊，若无顿就无成。好，等一下呢，等一下呢。
听我的心是你的，我的情我的爱不是假，你的人你的心到底谁人的，因为啊那个阿西他有一点那个应该不是我的关系啦，孤单一人的江水老去不再回，我的人我的心是你的，我的情我的爱不是假，你的人你的心到底谁的，等一个人再等一个人，不是我不爱听你的，等一个人再等一个人，到最后去不再回，好像累格的蛮严重哦。等一个呢，搁等一个呢，为何你把我搁一个？等一个呢，搁等一个呢，要你开也无讲伤悲。我的人，我的心是你的，我的情，我的爱不是假。我昨天就有发现说好像如果你视讯开久一点的时候它好像就会累个。 OK， 好，带来了这么多首歌齁，刚好被过开杠，因为视讯的累个。这么晚唱齁，这么晚唱还这么多人。刚刚还好好的哈，是我的电脑的问题呢，还是阿西？我觉得应该是阿西啊。下午就有开杠了哦。其实我不大会说话啦，本来是想要找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说后来我看来看去还是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哈。不过我今天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我今天听了那个严长寿，他今天讲一个台湾的希望种子哈，就是他讲了这个演讲，然后我有贴在我的 FB， 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去听的朋友，你们可以点我的 FB 上面有他的严长寿的这一篇，就是为台湾这块土地种一颗希望的种子。那他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文化的重要性，还有就是说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学子，然后还有我们这一代的有成就的，他回来台湾再做一些回馈台湾的这件事情。然后台湾这块土地孕育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包括李安呐、啊，然后包括很多的，然后他们现在都会回来回馈台湾。那他们是台湾这块土地所培育出来的，然后出去到国外，然后在国外把台湾这一块土地宣扬出去，再把国外一些非常就是有国际观的观念再带回来台湾。可是我们台湾的教育却都是一直在封闭所有的学子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脚步，而且眼光非常的浅显。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上我的 FB 齁，或者去看这一篇报道。这一篇报道我觉得
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台湾目前的教育，然后有一群默默在为台湾的文化付出的这些人，包括我们这里在阿西，我们电电厅所有这里在保护台语台语歌的文化哈，阿哥诶，咱的中华文化哈，这些人哈，这些因为民谣，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哈，你没有，我没有 FB， 我有 FB， 我有 FB， 然后我请那个，哈，哎，先，你们可以先看那个在电电厅的 FB 上面就有我的名字哈，我是用我的真名哈上我的，那你们可以先加我，或是说我等一下晚一点我把它贴在电电厅的 FB 上面哈，我们电电厅皇家大乐团有一个 FB。因为台语歌他今天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为什么我们都在唱国外的民谣，为什么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民谣不能给外国人唱，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有在国外比如说像马友友啦，像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国外很有名的艺人哈，为什么他们都会宣传台湾这块土地，马友友他虽然在美国，可是他也会回馈台湾，因为他常常回来台湾，不管是大小场，像台南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演艺厅他也来表演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国际上在台湾出去的，或是说从他的父母亲是在台湾哈，从台湾出去在国外的，都对台湾这一块土地做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贡献。那所以他希望呢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加入联合国了。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东西哈，你不去做外交，然后他也切断了这一些对外的一些就是说通路，台湾这个国家自己切断的，然后变成说是我们这些小市民去做这样的努力，所以也希望说我们一样哈，一样，我们虽然是小小的一颗种子一个力量，可是我觉得这些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每一个都是希望的种子，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保护我们台湾的这些，不管是国语歌，不管是台语歌，不管是民谣，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歌曲，它都是属于台湾这块土地的，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多多唱我们自己的歌。好，那我老妹来唱泡泡虾结婚了。小罗，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其实我讲话是很累的，我讲话比唱歌累，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声还有我今天的感动。还有我今天邀请了我另外一个朋友今天来帮我，所以他还会帮我倒水啊，谢谢他帮我倒水啊，坐外跑腿帮我倒水土豆好久不见，红红的大街雪白新娘衫，梦境变作真正，粗粗的双手疼阮到这大，幸福红毯送阮来行，欢喜的眼神掺着寂寞的背影，不甘掺着眼泪。袂当搁定定在你心底来陪伴，是伫个心头上端的牵挂。Thank you.
这首歌也非常代表我们台湾的文化哈。提供的呢，传播给啊。嫁翁吼啊，是讲办桌的时吼，拢会唱这首歌。所以吼，咱若是有台语讲啥，嫁娶拢爱放这首歌，所以唱这首歌就非常有感觉吼。这个这就是咱台湾的文化。好，我是卖讲台语好啊，小等你也讲我唱的什么台语歌。有一点久没有唱，所以没有讲台语，有一点啊久，小夸无认得，小夸差几珠珠啊。来，武汉的武。你思乱夜夜地望，期待心爱的人快快写批报平安，异乡的人无多遥远，凡事在家日日安，出外条条难替阮渡冬。武汉的思念已经结成一场梦，梦中有咱的枕头旁，每暗每日的打扮。武汉的思念渐渐变成一场梦，无情的岁月来摧残，不见花香，人去楼空。这只是我的小猴子，它叫 QQ。我把它放好，它有点跑掉。
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你们的聆听。这一首是真心美的，无限的思念。我吼无适合用讲的，我用唱的好啊。我较适合用唱的。即摆时间来到10:32，我的歌已经要唱完了。今天无够时间吼，找歌。思念的人总是空虚，思念总是困袂去。饮着一嘴无味的白滚水，沉醉在褪色的旧相片，将你的心留在心底，证明我犹原爱你。嗅着你流落来的香水，闻着你无留感觉的味。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为何偏偏叫我来分离？我并非那段用心的日子，想念的拢是你。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为何偏偏叫我来想你？我看在眼内，听入心，敢讲是你，是我心碎的开始。等他一下，我觉得那个视讯那个很远，我是要关掉重开吗？然后那个等一下，那个我先结束重开好了，因为我想可能是因为阿西这边他有在重整哦，他的内部可能有在重整，所以今天的网络还蛮慢的哈、哦。嗯，我先关起来，然后再重开一下。看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啊？啊，不用啊，我没有下来啊。OK， 试试看哦，这样子。OK，
好像有会好一点哦，是不是？这应该要跟那个阿西建议一下，应该不要让我们有这种泪格。我是100妹的还泪格。对哈，对啊，爱你好像半夜坐火车，梦游来游去，心惊惊，睡了一下，惊醒一下，明天看窗外。就像星辰，偶尔很亮，偶尔很暗。我不盼绚丽的灿烂，只求微光能挡风寒。洗干我也就就不要用那个，就不要用那个 Omnibox 好了，要不然这样你们看的也不你的爱就像星星。那等一下我放人的时候他也是会卡、哦、他不会说因为我现在这样然后等一下人影出现他就不卡，所以就是这个阿西要拿来抓来打屁股，又要赚钱又不把他照顾好。真是的，明天一定要去投诉。又要赚钱然后要我们把视讯弄好，然后我是视讯主播耶，这样子很糟糕耶。哎呀，对啊，这样很糟糕哎！那别的地方不能开，全部都要去他们那边才能开吗？哦，无这个代志吧？全部的人拢爱走一下，哪有这样子？他可能有缩编呐、啊，我在想。
所以现在时间是10:42，哇，很快哦，时间一下子咻就过了哦。所以我们欢迎线上所有的朋友哈、哦，如果呢你愿意挑战自己的哈、哦，我们也欢迎你来我这边报名哈、哦。那你可以跟我们的这里有一个歌手，哎，我看看他有没有在这里。我们的小鬼机车，机车你在哪里？机车在哪里？机车走掉了哈。如果你想要报名唱歌，你可以跟我报名，就是我们这边每天都会有节目哈。那节目的形态就是你可以充分的表现你自己1小时哈。那你可以开视讯，也可以纯粹唱歌哈。那这个当下呢，你可以。就是跟我们这里有一个叫青头队长哈，本西请，或是跟我哈，我叫大吉祥哈，我们的乐团主播，我们两个哈，你都可以跟我们两个报名，好，然后参加我们这里有3个厅哈，那随时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就帮你插播进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尽量排节目给你，嗯。那我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到10点到11点都还有在线上哈、哦、跟大家一起欢唱，那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越来越精彩，那也丰富你的人生，也丰富你的每一个夜晚。好，继续，我听过唱的最好的就是冬儿哈、哦、那因为冬儿唱这首歌我去学，那我试试看，我没有办法像冬儿唱的那么好哈、哦。那大家听听看，这首叫做一张皮，讲台语歌另外卡卡的，一张皮，我袂当唱到12点哈、哦，我小蛋都爱来去困啊。那新进来的朋友都晚安哦哈、哦，这么晚了大家没有睡觉哈、哦，那个这样还有卡吗？一点点，哎，我刚这样看了还是有一点。没有卡，叫我唱到12点，你咧无良心诶！对啊，没有良心的。好，可以了哈，好，那。我累积了好多天，我从星期六的节目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上传，因为我还没有做好，所以你看我还有多少功课要做。那如果喜欢我的朋友，欢迎你点关注哈，然后还有喜欢我们这里的朋友，也欢迎你帮我们按一个喜欢。那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电电厅皇家大乐团的当我们的会员的话，你可以 Q 我们的青头哈，我们这里的青头你可以 Q 他啊 ，Q 他，然后告诉他说，因为你喜欢我们这里，所以希望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这边的青头就会为你服务。好，那非常。谢谢所有新来的朋友哈，感谢你们。感谢你予我爱过，予我心疼的也真多，恨我自己袂甘心，无资格会当讲后悔。心跳也真准，问我自己。
放心，感情予你的气味，一颗心在风中飘飘。像我开这么久啦，可能他没有像我开这么久，所以就应该还 OK。 如果可能他开久了，他会那个吧，我在想是这样，他是故意的啦。时间过得很快哈，现在已经到了10:50了，好快哦，太高兴了我终于快要唱完了哈。那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放错。我慢唱一首好了，有没有想要听的歌？我如果会唱的话，我就唱给你听哈。来，刚刚我看到有人点《远走高飞》哈，那个点歌的人已经出去玩了哈，骑摩托车出去玩了。
我也未决定。你问我当时要倒转来，其实我家己嘛唔知影，只是想要一个人点点离开。那首歌我还没有学，那首歌我下次学好了再唱哈。因为我比较少唱詹雅文的歌啦，我就是我比较不会唱他的歌，有几首我会特别会去学，但其他的歌我觉得很难唱，因为他有很多的转音，是他的唱法跟江蕙的唱法很多都很不一样，所以我如果要学他的歌的时候，我登美鬼阿塞公要很特别去学。好，那刚说点修公棍林冰冰哈，我昨天有唱了哈，我看一下在哪里，找一下，等我一下哈。所有新进来的朋友晚安哦哈，欢迎你们。那现在是修公棍林冰冰。就好像没有看到那首歌哈，那我可以唱别首吗？Cause I'm
时间快要完，接下来我要唱最后一首歌。那最后一首歌我刚刚有找到哈，我想要唱的歌哈，所以我把那一首歌留在后面唱给大家听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哈。哎，去哪里？这首歌，哎，好。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小狗嘛嗨起来哦，全身都热起来哈、哦。那在这里谢谢所有线上的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所有线上的朋友，你们是我最大的支柱，谢谢。那在这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哦。那大家有一个好梦，谢谢。那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三厅的场控大大熊哈、哦，詹姆斯请接麦，谢谢大家，爱你们。